在美国要存够多少钱才能安心退休呢？据最新研究，美国人心目中的理想退休金额为127万元。50多岁的人认为需要超过150万元才能舒适退休，而接近退休或已经退休的60多岁和70多岁的人则把标准降低到100万元以下。如何确定自己需要多少退休金呢？调查称，将年度预算乘以25，将得到支付退休生活一般需要的总金额。如果年度预算为10万元，那么你退休所需储蓄将是250万元。